两人的关系很微妙。我是未来人，可以试试把你带回过去。一同穿越，我带你去吃好吃的。一同共患难，抓紧。甚至还，你们感情很好，说好穿同一款衣服的。先不先外公带着孙子出来？你可以借我那个穿越器吗？我要再穿越回去见我的家人。不可能，你说过了，我不会带你穿越的。最后一次，我不会再答应你了。这么重要的东西就这样随处乱放。老婆，我来找你了。但回到过去真的就能改变命运？那一年的除夕夜，星期一至五晚上9:00，8频道。你也可以在 MiWatch 免费随心选看更多视频。